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个狗能够把这个病毒传给人，而且呢也没有说狗和狗之间去传播。那么现在看完整个新闻，我想还是并不是太担心。在整个疫情期间呢，我自己遛狗还是挺注意的，主要是怕外面的一些病毒，然后狗去闻了或者沾到了，然后带回家里，或者说自己从外面带回来，然后沾染到了狗。那么我一般出去遛狗都会缩短遛狗的时间吧，像以前都要遛一个小时半个小时，现在呢就反正十分钟赶紧遛完就上来。遛完狗回来呢，把狗的全身都会拿消毒水给喷一遍，包括狗的一些脚底啊什么的全部给它做一个消毒。包括我们自己从外面回来呢，我也会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做个消毒，跟狗互动之前也都会去洗手，反正咱们也做好自己的一个防护。咱们的狗呢减少外出，而且也勤消毒，那么我相信咱们宠物在这次疫情当中也是没